这么多人，咱们银渊阁坐得下吗？若银渊阁坐不下，我蓬莱居大得很，不如去我那儿吧，还有不少好酒。或者沉心台，如何？哟，真是个塔呀！上边有灰呀！ 没事，坐得下，坐得下，坐得下。800年了，老朽珍藏了800年的好酒，一直舍不得喝。为了请喝小祥子，晋升福原先生，忍痛割。